下次可以请他们来开球啊！我会跳舞哎，但他没有跳舞，我跳舞会比较嗨。可是我没有 dance， 我比较便宜。我哎，对，台中太阳，你的车太烂了，怎么打球？炎亚纶抢鬼鬼通告，我比较便宜，最后赢家竟然是他。来半夜中招待运动员用餐，鬼鬼竟被指定坐台。要再来一碗吗？因为他需要，不过他需要一点动力，他需要一点动力。这个，他不然他有点吃不下，他想要请某人出来。哦，是鬼鬼吗？对。哎，鬼鬼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啊，他们要找你，你出来，出来。补妆，鬼鬼补妆。补妆。补妆。口红，口红。好像在嫁女儿哦。走了，紧张了。糟了吗？他刚刚说他快吃不下，他需要一些动力。你吃不下哦，那我帮你按摩。哇！太好了，我们这边队友球员吃不下。那就是只好我来按摩喽。赶快吃啊！你应该还饿吧？还是我们去海边走走？好的。所以我们也是单身啊！所以我们也是单身啊！对啊，请问有甜点吗？甜点，甜点就是他在想什么啊？你们有看第一集、第二集跟第三集吗？有。有什么疑问吗？你很那个，做人真的蛮。可能真的蛮可怕的。没事啊。我怎么样？你讲讲看。没事没事。你以为是假的吗？中国人厉害，一个人对付那8个小时。Hello， 怎么样？跟小朋友聊的怎么样？他们好像很会说干话。我们这两个是球队的经理，下次可以请他们来开球啊。我会跳舞哎。哎，季后赛来我们这边。我他妈都有点。你约我啊，我有 dancer 哎。好约。哎呦哎呦 ，dancer 很贵哦。可以，联盟可以包唱吗？为了公平起见，亚纶来。他没有跳舞，我跳舞会比较嗨。可是我没有 dancer， 我比较便宜。我哎，对。台中太阳，台中太阳，台中太阳，怎么打球？季后赛 playoff， 他都站起来。不能因为便宜，我们的气势就大。你们两个都没有诚意，我自己买票去参加。好不好？康哥，康哥，台中太阳，好不好？台中太阳，台中太阳。现在知道姜是老的辣了。对对对，季后赛全部都你的。